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今儿去俺老娘跟俺姑奶家拉直播机嘞，跟叔母他们几个丰富一下生活。咱准备走吧。走。好。走，点住奶。点个东西来。我点个抖音吧。这是农村就这样是吧？有啥就是弄点啊。来，把东西搁这吊吧。去拉直播机去了，美女。哎，拉直播机去。中不中？回来到底会不会弄？会会，我会织。你真会织？哎呀，我现在搁家都织了，都来到这儿又搁这儿，俺篮子又织了。准备织点老粗布吧。俺老粗布单子铺着还带着。不是，身上的灰光拉到老粗布上。啊，不碍事。我那个爱车是不是该擦了？走到半路，电瓶跑掉了，这咋回事啊？这是？你也看见，你也看见了？这正好又搬了。瞅。我放。哎，不是你看。这不怨我，这是他自己糟了。不怨你，那他糟烂了。自己掉了。这不能怨你啊，是啊。咦，真出洋相啊！那好好叫摞着，摞着老高，是吧？啊，摞。你松。走了，电瓶咋会蹲掉了？你跑得太慢了，这路老烂，路老烂了，蹲得慌。着急了。呀！你好，兄弟。啊，好吧，不好都老了。我就说今天老了，我得赶紧好好吧。上好点吧。这一点病都扔了。姨，你先病重啊，姨不搁家吗？姨，你不上班去了？姨，我的那个把三轮开着，电瓶蹲掉了。蹲掉了？怎么恁这掉了呢？我想我找个谁给安一下。啊，老娘回来吗？姨，回来了。老娘。找着。哎，有萝卜。你这啥，老娘？四叶呀，这老些的。这是四叶。四叶。四叶，就是那外不着的，叫你那个叫什么？哎呀，你手机拿来啊？拿回来。哦，就拿回来啥？咦，那买些，那屋里做的成水。那咱那太太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零角，我记是零角，好像是。就咱看我零角，是那呀？零角跟那。不新城，就城外。不新城，城外里城外。我去厂去那路上吧。现在不整这都卖些了，不是啊？不着，哪好新年没人。这。快点啊，姑爷啊！给，你真帅，打扮了，还弄鸭舌帽，哈哈哈。俺姑奶奶，这车都给你准备了的。好，我要东西放这。来，好，来，一整装好，装好，装好。我前面装不中了，装中。姑奶，俺姑爷为啥打扮恁帅呀？哎。没事了，好把你找啊！姑爷能耍的，你看姑爷咋把耍的？干个小孩儿呀！这俺姑爷说的，他最后一个古董给我了。姑爷，你最后一个古董我要拿走了呀！是你的爹。你在这弄这会儿弄哪？你今儿可帅。来的时候空着吃，走的时候弄了一吃。姑爷，这直播机都100多年了。哎，100多年，就是呗，就是100多年了。哎，可怜了，我还去上午呀，我给你做点饭，我买了大肘子。俺不了，回去吃面条了，俺不搁这吃饭。咦，我说我那孙子，俺那叔母那啥子，不了。你做的不好吃。走了啊，拜拜。你不要姑奶。咦，快活，我看我弄完一车没事，头子。走了啊。你怎么就是一弄？单位班的呀。你什么？你能不能给他拿掉啊呀？
直播机拉回来了，夏天把直播机堆起来，看都缺啥零件。这说啥呀？鸡头。不是。叔母，你那桌啥？我那个，那啥呀？啥？筐，是那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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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那纸的。哦。这啥？这啥？放放车。放放车。哎，崔木，你那桌啥？绳子，这是卷线式。卷线么？啊，一卷卷着，卷着条这么弄。哦。一蹬一那一蹬吧，来不来的？上抓抓。啊，一会儿堆起来了，堆起来了，瞅瞅。堆起来都抓了。在那儿啥？这啥？这啥？锁子。这溜子。溜子。这人别这都湿了呀！这不是用那牛角？这不是用。你坐着还黄呢？咱那里边是不是有用牛角了？这不是这里还穿着面。这是牛角的。这是牛角了。啊。牛角的快呀！这可快呀！两座呲人呲人啊，呲人呲人呲人呲亮了，这可是了。脚手扭脚了，来。哎。看见吗？这罗夫穿在里头，你看罗夫咋穿罗夫呢？咋穿罗夫？哎，因为他的里头这加那个似的，还是恁那诸葛罗夫啊。啊。咱不是怕俺罗夫。哎，这条不是打的线啊？打的条哈。你看这不是穿掉了啊？洗了这不是照件，这不是有裤衩啊？一弄这一洗，哎呀，洗出来了，洗出来了，接着一烂，烂的。先管洗出来啊！你不洗出来先咋弄啊？这不是有裤衩吗？这不是有裤衩吗？是吧？啊，这不是罗夫打了罗夫啊？嗯，接着一洗就洗出来了，一洗这烂了掉，一烂，哎，就脱了。这都看着要着，我弄这直播机上了。啊，当了这都有那个卷不住，倒是。嗯。这还得下住呢，这不是？往地弄。那坐下，我用不着。你能坐了？我也看。乖。是过来是弄啥嘞？我老天了！来，找人装。